啊，经过吼，咱的鱼池啊，茶叶改良场，甲咱这地农吼，大家精心研究啊，啊，今年的品质哦，实在真正好吼，啊，这个口味啦吼，香味啦吼，口味啊，会使讲拢一流的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咱伫这呢，恭喜吼。酒店的吼，啊，咱家茶农吼。我们今年的冬天受于那个日夜温差的相距非常的大，虽然产量减少，但于它的品质，还有我们专家的一个评审，还有一个的把关，所以今年的茶叶的品质相当的不错。它具有冬茶的一个韵味的存在，那所以它喝完会回甘，然后滋味甘醇。